知道了，你看看这个煎蛋，味道刚刚好，又很香，不信试试看。可以的。抓到你了吧？宝叔，你又偷吃。宝叔不偷吃，怎么会这么胖呢？嗯，还要吃什么菜啊？哎，把盘子拿来，来给你吃什么？哇，本蒸排骨哎！奶奶，你这么弄话，人家怎么吃啊？看你快要出国了，才弄几道拿手菜给你吃。味道怎么样？嗯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哎，那什么菜啊？招牌菜啊。 你又是招牌菜，我有很多招牌菜。来，多吃一点吧，到英国就没得吃喽。谢谢妈。来，嗯，妈够了。小聪啊，你打算念什么？我打算念医科。嗯嗯嗯，哎，有搞头哎！依我看，最好是读妇科，这样会有很多美女让他摸来摸去啊。你这个色鬼，依我看，读法律，以后我看谁不顺眼的就揍他一顿。 如果他敢告我，你就出来帮我打官司。嗯，你们真是没大脑。我看最好是念数学，只要把数字都能够搞清楚了，那将来赌什么都能够赢的。阿聪啊，不要听你二哥乱讲，好好用功读书啊。嗯，我是觉得读哪一科都没有关系了，只要把书念好了就行了，否则带不到方帽子，戴个洋妞回来，到时候老爸老妈可就没面子喽。四哥，你放心，念完了医科，我一定会回来，而且第一件事啊，就是医好妈的肾脏病。妈啊。嗯。 穆弟啊，你太偏心了。为什么？那爸的智商你不管了？哎，吃饭呢。老公啊，你衣服怎么破了？哦，可能是刚才陪舅舅去抓金牙城的白粉，一不小心弄破的。哎，那些家伙胆子还真大，他们居然还敢还手哎！好在舅舅厉害，一个打九个，没一个打得过他的。舅舅啊，哎。 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啊，吃饭吃饭啊，老爷，来吃块鸡啊。嗯，老婆，这是鸡屁股。我再换一块啊。那，三姐啊，阿伦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啊？没有哎。给老爷沏杯茶啊。想不到这件事害了他，可是不找他做找谁做呢？老满临死的时候把阿伦交给我，我现在连他都保不住。真不知道该向兄弟们怎么交代。这个担子我背了几十年，我都有点累了。是啊，明年我退休的时候，想开一家小吃店。你也要退休了吗？是啊，年龄已经到了嘛。 不服老也不行了。我看着你当警察，看着你升级，现在又要看着你退休了。
哦，冯叔。啊，啊，小华，有人检举你们大富大楼那个厂子闹得实在太凶了，你最好派人过去看看，否则我不好交代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廉政公署查得太紧，老冯的收入少多了。爸爸，就算没有廉政公署，他也好不到哪去啊。冯叔这个人对兄弟啊是太够义气了。你帮他找个店面，他准备退休后做小生意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小华，开始吧。好的。我们现在研究一下，怎么样使我们的正当的生意纳入正规。不必研究了，收起来吧。反正我们习惯这种方式了。对呀，做正当生意啊，不但要看伙计的脸色，还要看客户的脸色。哎呀，不好干呐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他妈的！我工厂的衣服啊，照他的订单去做，结果扣子订歪一点，他们就拒绝收货，而且还要退货，气死我了！要不是你拦着，我早就揍他了。哼！你太鲁莽了，你。我们现在正当的做生意，就应该规规矩矩的，就算有什么不妥，也要用法律来解决，不能像以前一样的打打杀杀的。我为什么叫小松到英国去念书呢？就是要让别人知道，我们除了用双手来打打杀杀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用双手来救人。现在这个社会不能再犯法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。姐夫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头开始？不错，我准备花两年的时间好好的计划一下。嗯，金亚辰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放毒品的堂口都被我砸了。我没有问你，小娃，你说。金亚辰已经死了，而且大哥呢砸了他所有放毒品的堂口，并且烧毁了毒品，我看今后他是没得混了。办得好，你也办得很好。阿姨，码头工人罢工的事情摆平了没有？没有。当然没有了。哼，你整天只会开马经逛赌场。告诉你，如果这次再弄不好的话，码头的事情我就交给你舅舅管，以后龙家的事业跟你无关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们出去吧。我出去了。来，小叔。小华，阿伦怎么样？三哥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晚上离开香港。嗯，阿秀，现在警察盯他盯得很紧，小心点好。你放心，我会用船把他送出去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就好，证件和现金都要替他准备好。嗯，知道吗？还有，把花放出去。以后阿叶在外面有任何的债务，我们一概不负责任。可是，爸，姐夫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们必须要发点狠，才能够救那个小子。钱跟证件都在里面，到了台湾爸会再寄钱给你。爸对我还真不错。其实你这次走，我们全家都舍不得你。傻瓜，台湾跟香港距离又没有多远，我走了之后爸就靠你们几个。爸来了。爸，舅舅。爸，秋哥。哦，这是我给你妈送给你的。谢谢爸，你跟妈对我太好了。阿伦，你虽然不姓龙，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亲生的儿子一样。你这次到台湾，如果有什么合适的，就尽管去做，想办法在里面落定生根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会把我们龙家的势力伸展到那边去，敲响我们龙家的招牌。阿伦，黑道不能再混了。你看看我，混了几十年，到如今，还不是想过一些安稳的日子吗？可是现在想留你在身边都留不住，还要你躲到台湾去，这种生活有什么好留念的？金亚辰的事情是最后一次了。可是爸，我南哥，
你放心吧，在香港还有我们几个兄弟在呢，对不对？年轻人要干脆一点，去吧，走吧。那件事情我警告过他，可是他不听，所以我没有开会就执行家法了。英哥，我们能叫你大哥就绝对服从你，而且金牙城的家伙老早就不把我们几个放在眼里了。这都怪他们大哥白狼把他们宠坏了，他那些小兄弟啊，张牙舞爪的，连我们的地盘都敢侵占了。谁那么狠呢，敢侵占你的地盘啊？二哥。老三。二哥。老四。老大。大哥。大哥。老二，坐。二哥，你要好好管教一下你的手下。我的手下？很听话嘛。老二，你的兄弟出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到菲律宾去了两个礼拜，把他们交给金牙城看管，如果出了事情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的。现在就是金牙城有事了。有什么事啊？他贩卖毒品。岂有此理。阿军，马上叫他回来。老二，我已经帮你清理门户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的手下都很听你的话呀？就算不听也不需要你们插手，这是我的家务事啊。这是四大家族的事，我们几个曾经发过毒誓，不准贩毒，谁要贩毒就家法伺候。我是老大，这件事当然由我来执行。就算你要杀他也该给我留点面子，给我回来。我找过你，可是到处找不到你。人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，现在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老二，你说话要分寸。分寸摆明了是串通好的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如果真有人摆我一道，那咱们以后走着瞧。二哥何必动气呢？我们又没有说是你贩毒。你们嘴巴没有说，可是你们心里这么想。老二，你不要这样蛮不讲理。我怎么不讲理啊？你们这样带我那拆伙算了。阿军，明天把四大家族的账目交出来，以后咱们各走各的，我们走。大哥，二哥，哥，大哥，不要怕见了。大哥，二哥，哥。龙鹰那混蛋想把我给吞了，以为我白狼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越想越不对。阿军，帮我打个长途电话叫阿强回来。阿军啊。大哥，干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帮我叫阿强回来，调查金亚城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知道。啊，大哥，我也得是想在这下车。阿彪，停一停，让我下车。哥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想找大哥谈谈。找大哥？等等啊，姐夫啊，阿菊找你，叫他进来。阿菊啊，快进去吧。大哥。什么事啊？我错了，大哥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身为四大家族的会计，我连账目都做不好，现在亏空了500多万。白大哥叫我把账目交出来，可是我又交不出来。你骂我呀，你骂我呀。这可是四大家族的事，你交不出账目，我们会开会决定怎么处置你。不，大哥，我还不想死，我好害怕。那笔钱真的不是我吃掉的，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不见的，我没查到。
如果我真的吃掉的话，我就不敢回来见你了。大哥，我妈70多岁了，现在还在生病呢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没人照顾她了。阿俊，我是看着你长大，你的为人我很清楚。不管这笔钱是不是你吞了，我都不希望你死。年轻人，谁没有犯过错？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回头。好，我给你2个礼拜时间，你尽快的调查清楚。记住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公公道道。知道，大哥，我会尽快查清楚的。出去吧。是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嗨，老外。嗨。嗨。强哥，这回惨了。有事回去再说。阿全，军哥，哎，强哥回来了，把强哥行李放好。好。阿威啊，啊，拿两罐啤酒来。哦，顺便到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好啊，快去。强哥，500多万下个礼拜就要交了，怎么办？金牙城那儿的白粉又被龙家扫光了，连渣都没得剩啊。老家伙说啊，如果下个礼拜交不出来的话，就要开会处置我们了。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什么？你没花呀？花钱可痛快啊！嘘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哎，现在白狼跟龙老大不和，我们就趁机暗算那两个老家伙，知道？那又怎么做？哎，当然是有脑子，难道牛屁股想不成啊？是啊，我是用屁股想，那你有什么主意啊？有烟没有？把门关起来。陈先生，跟不跟？哼，7万，我跟了。A 九兔，对不起，三条小二。龙爷，强哥有事，请您出去一下。太扫兴了吧！我好久没赢钱嘞。哎，你志宏，谢谢，帮我换现金啊。好好，对不起啊，各位，下次再来啊。阿强，你搞什么鬼啊？我好久没有赢钱了，今天晚上好不容易赢一点钱。你又把我叫进来，恭喜你啊！我们开业这么久，你终于也赢了一次，一共赢多少？40万而已，就像标了个会。40万，好极了！扣掉那40万，你一共还欠我们360万，打算什么时候还呢？阿俊，你这么说就是信不过我了。不是我信不过你，是你老爸信不过你。他放出话来，你在外面欠的债，他一概不负责任。而且现在白狼跟你老爸又不和，这个厂子是他的，他自己说的，要我找你要债啊？你放心吧，我老爸不负责，我负责。你负责？拿什么负责？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呢？起码几万块。几万块，还不够你喝酒呢。阿姨，我们是不是兄弟？是啊。你要不要听我说句真心话？你说。龙家的儿子在外面都很威风，而你就老搞不好，连几万块钱都没人相信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哼，因为啊，你在龙家没有地位，你只是死腻着那破货柜码头，你是空心大老官呢，你。哼，我有条财路想要介绍给你，过两天有批货，想借你的货柜码头上岸，绝对有你的好处，那你就可以清还债务了。是什么货？
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海洛因，毒品。这件事我不干。那我要怎么帮你？你明天就还钱。你们别这样对我嘛，这件事被我老爸知道，他会杀了我。阿叶，想想看，如果白狼找你老爸讨债，你还不是得死？反正都要死，还不如拼一拼。而且只要我们三个人不说，怎么会有人知道？话是不错，别犹豫了，等事情办妥以后，将来就有搞头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有了钱，在你兄弟面前就可以大声说话。阿娟，嗯，把他赢了40万给他。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讲好了，就这一次哦。一次已经够用了，我们去喝酒，预祝我们成功啊。妈，阿聪只是去念书，你们不要太担心嘛。啊，来来来来，各位，我们照一张相啊，来站好站好，来来来站这边。好，我们再照一张啊。好，来，快点照。到了那儿不要喝太多的汽水，不要吃太多上火的东西啊。妈，我知道了。晚上早点睡觉。您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听话。妈，我们照张相好不好？嗯。哎，照相。好，来。老板，是不是这些？对，搬上车。小聪，你到了那边，如果唐人街有人欺负你，提我的名字，照着喊。哎，小聪啊，不要听大哥打打杀杀的，最要紧的就是那边的洋妞很正点，一定要为国争光哦。把小聪教坏了。嗯。哎，拜托帮我们照张相。好的。来。小聪，好了好了。时间已经到了，啊，省期了。爸爸托你们照顾了，我们会的，你放心。走了，一路顺风，再见，啊，再见。小心回来，我会的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喂，老兄。你们这样挡着路，我怎么走啊？你是死人了，这么多路你不会走啊？掉头啊！居然自己犯，阿强，把他交给你处理。你想在什么地方？你晓得，龙床不及狗窝，我们是粗人，不习惯去别人的地方。年轻要干脆点。好，就在白大哥茶果岭那间牧场吧。几点？12点，一个人来。
会准时到。阿宝，把他们几个人给我全部叫出来。是老爷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龙家以后退出江湖，不再在黑道混了，你们根本不听。我们四大家族发过毒誓，绝对不贩毒。可是阿叶居然贩毒，我们龙家的声誉全都被你们丢光了。爸，我们兄弟们的个性你最清楚了。二哥他虽然好赌，可是我想他绝对不会去贩毒的。是啊，爸，二哥的个性我最清楚了，他一向心直口快。如果他真的贩毒的话，就不会欠下那么多的债务了。平时又何必伸手跟我要个一千两千块呢？那会不会是白狼摆了他一道呢？爸，可能是上次金牙城那件事情，他们逼二哥这么做的。对啊，爸，我马上把那些混蛋揪出来。你们不要去，他们约我今天晚上12点，在茶果岭的牧场见面。那就对了，爸，晚上我们全部出动，让他把阿叶交出来。他们要摆阿叶的道，你们去都没有用。今晚我带你舅舅还有宝叔去就行了。你们留在家里，哪都不准去。爸，我。阿修，你留在这儿，不要进去了。有阿宝陪我就行。你要小心点，姐夫。嗯。大哥，龙老大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老三，老四，看到老大来了还不去老大坐，哼！龙老大，近来身体好吗？托你的福。哦，真是没有天理啊！老二，你说什么？一个丧心病狂、出卖兄弟、出卖儿女、走私贩毒、危害社会的老魔头，居然过得这么好！你可是真有福气呀、啊，老二，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二哥，二哥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哦，对呀，差点忘了你老大现在财大势大，娇贵的很，不能说的。大哥，对不起了。你不是叫我来看你演戏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场戏呀、啊，应该是你演给我们看才对。把他带出来。是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走吧。我的人贩毒，你就私自执行家法。现在你儿子贩毒，该怎么办？自己执行家法吧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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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！倒是替我那个不孝子受。我龙英出道以来，江湖上有谁不知道我龙家是不贩毒的？我的儿子不长进，可是我知道他没有这个胆子，他不敢贩毒。
所以，我敢断定，他是被人陷害。我希望你们给我两天时间，让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到时候，我会带着那个主谋和我这个不孝子一起回来决心家谱。两天，两天可以让他跑到美国去了。你有什么保证？就凭我龙英？少来！你以为你是老大可以包庇儿子？你有没有给金牙城时间呢？看他不顺眼是吗？不是看他不顺眼，而是故意整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凭什么？你叫我滚我就滚，我大哥多没面子啊！四大家族龙头之宝座，你没资格坐了，我大哥才有资格啊！哎，龙英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二哥，二哥，是你太过分了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记不记得你跪在我的面前说过些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下跪。下跪，爸爸呢？你爸在里面，你就让他一个人进去，万一危险怎么办呢？下跪，你爸不让我们进去啊。要不是我替你隐瞒，你还有机会活到今天挑拨是非。你这个王八蛋！什么？你想把我拖下水啊？走开呀、啊、你！小心啊，老爷！你这个混蛋，你敢伤我老爸？喂，怎么回事？爸，小心！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没事，我打死你！老爷，阿宝，你呀你呀你呀！老爷，不要！不要！老爷，放开我！不要别打了！给。不要过来，否则我就宰了他！你他妈的把我老爸给放了，要不然我宰了你！阿俊，有话慢慢说吧，放了我才有的说，否则连老大也保不住。来，叫阿俊把老大放，不然的话大家都很难看的。阿俊，不要乱来，老人家吓不得的，万一出了问题，我也保不住你啊！阿俊，不要太冲动，把老大放了，放了老大，以前的事就算了。好啊。不过你们先把裤子给脱了，我脱你爸个头啊！哎，大少爷，不要乱来啊！不要乱来、啊，快脱、啊，快点脱、啊！我会找你王八蛋算账的！不要啰嗦，快脱！拿去，拿去，把内裤也脱掉！啊，快脱！阿九，脱、啊，快点脱、啊！好。快叫救护车、啊、快叫救护车，快点啊，快去啊，快点，赶紧赶紧点，老爷，爸，老爷，他妈的还站在这儿吗？快把他抓回来，进去看看他。两位大哥，你们爸，爸，爸，我对你已经尽了做父亲的责任，你以后是否战斗？
能不能混得下去，我怕我都无法看见了。你好自为之。什么事情都要想清楚。爸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计划好了怎么去报仇。不许报仇。爸，你伤成这样，我们不报仇，龙家怎么还混得下去？人气不算气，天意不可违，这都是天意。爸，你要答应我，我希望我们龙家子子孙孙以后都能够过安稳的日子。爸，答应我。爸，答应我。爸，答应我。老爷，我跟阿修从小跟着你，我们知道怎么做，你放心。爸，叫医生！快，医生，医生，不要进来！爸。对不起，爸。大嫂，大嫂，老爷，阿花，爸。我会处理的，你放心吧。爸，龙英那家伙，想不到这么短命啊！阿军那混蛋居然害死了他，你说我怎么背得起呀、啊？那就不对了。阿军这次歪打正着，好端端的帮你立了大功啊！哎，立什么功啊？大哥，四大家族龙头之位，你不是想了很久了吗？哎呀，那天你也看到了，潮州帮跟上海帮都不肯帮我们，就算潮州帮跟上海帮肯，龙英的儿子也不见得愿意啊。哼，我跟阿居啊早就已经帮你想好了。怎么样，整垮他呀？大哥，我们把他们全部给整垮。怎么整啊？把潮州帮、上海帮、龙家上上下下全部整垮，到时候没有人跟你争，全世界都是你的了。大哥，干杯。这么大杯我怎么喝得下？你可以啊。大哥不是这么好做的，这杯酒不是每个人都喝得下的，不过如果够资格就没问题了。上前大礼，一起跟再起跟三起跟家属大姐，家
大嫂，吉言顺便。怎么大声的？是风吹来的。坐，风叔，请坐。哎，坐坐坐。阿秀，我不大会说话，我不知道过去跟他们说什么。心照不宣，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啊。谢谢方叔。哦，你们通知小松回来见大哥最后一面、啊。有，阿松应该已经到香港了，宝叔去接他。哦。啊，请签个名啊，还请签名。阿秀啊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送大哥上山，我会再来的。方叔，你忙吧。啊。我送华军来的啊，放那边啊。九哥，什么事？白狼也送了一个华军来，假慈悲。九哥，九哥，怎么回事？白狼来了，通知阿华。啊，九哥，你先把准备一下。华哥，什么事？白狼来了，牛王八蛋，我要宰了他！我大哥，大哥，他来我，你冷静一点，大哥，我，你大哥，大哥。你不要再冲动了，你这样是不是也要把我给气死啊？大哥，冷静点，有事以后再说。不要乱来啊，九哥。我们是不是不受欢迎啊？凭我跟龙家三十年的交情来上炷香，该不会有人阻止吧？雨季在就位，雨季在就位，一季根，三季根，三季。阿姨，干嘛动气呢？就是啊，你们应该伤心才对了。你的手下杀了我爸爸，你还到这来凑热闹？哎，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哦！你还说，你再不动，我宰了你！我宰了你！嘉伟，大哥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你爸爸他一离开，你就这么放肆？爸，我要宰了他！你闭嘴！你爸爸尸骨未寒，还躺在里面，你是不是想把灵堂砸了，让你爸爸他死不瞑目啊？我就是要让爸爸死得瞑目，我才要宰了你个王八蛋！住了，佳慧，你们把我把他拖进去，让他在他老爸面前想清楚，他这样做法对不对得起他自己的老爸？大哥，还是大嫂识大体，我可以在老大灵前上炷香。谢谢。龙英啊，龙英，我们认识几十年，想不到你死得这么快。我真替你高兴，死的时候有儿子送你。不过上天是很公平的，你自己种下的孽会有人替你受。你安息吧。宗客，请。你不必送，我会走。这算什么兄弟吗？真是没人性。
你没儿子送。计划可真好。全挂了，你给我听着，立刻把话给我传出去。是，说白狼跟龙鹰兄弟大火拼。是，还有，跑掉了一个都别放过。知道了，条子快来，三走。警官，什么事？这条路封了，你走别条路吧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前面的殡仪馆，龙鹰今天出殡，发生了大屠杀，死了不少人。哎，你想去哪里啊？我有亲人在里面，我要去看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有什么亲人在里面？我姓龙。板叔，哎，阿松，板叔，哎，老王，都是我朋友，没事。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到那边说吧。出了什么事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上车。二叔，
你们一定有事瞒着我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除了你妈跟阿华，其他人全部都死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刚做了个梦，梦到阿聪被人打死了。妈，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让那些混蛋碰阿聪半个汗毛的。您放心。妈，等我找到阿聪，我立刻送他回英国念书去。您不要担心。阿华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？没事。真是不孝，让您待在这种地方。阿华，妈什么苦没吃过，跟日本人打仗我都熬过来了，更何况现在，只要我们母子俩能够在一块儿，就是再苦我也受得了。妈，等风声没有这么紧了，我就接您上岸去。爸，睡一会。是我，哎呀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景哥，来来，这儿坐。景哥，来坐。马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喝一杯，敬一杯啊！呀，别开心那么快呀、啊，全搞定了嘛，应该庆祝一下的。庆祝是不是？庆祝个屁呀、啊！告诉你们，还没搞定呢，还没搞定。这还有一个呢。哦，误会了呢。是啊，一定要把它干掉。你放心好了，来来。大家继续喝啊！来来来，喝一杯吧。Yeah.
请问一下啊，毕不易在哪里啊？毕不易啊，就在前面左转呢啊。哦，谢谢啊。你有办法，你叫得住。哎，厉害！我老牛在这里混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胡过轮啊。你是第一个啊，让我佩服的人。来，来。我大嫂，你放心啦，仁哥虽然才从香港来这里哦，没有多久了，可是哦，他很有办法的啦，对对对，他很有口水的啦。唐雪姨，不要了嘛，来来，牛大哥。阿伦，他已经又喝那么多。出什么事？
说。妈死了。什么？除了妈跟华哥，全都死了。早就起来了，还得想香港的事。毕竟我跟龙家有20几年的感情，那你会不会丢下我一人回香港去呢？你放心，等我把龙家的事办完之后，我会立刻赶回来的。这是我的家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回来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干什么？来，来试试，试试吧。不行，我没空啊。哎，先生，干什么你？先生，试一试，好正点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公关主任。什么公关主任？你是个搞关系的。什么搞关系？就是拉生意给小姐啊，皮条王。请您发表一下。是啊，请您说明一下。我这次参加竞选的政绩是除三害。强哥这回不得了，曝光率比周润发还高。他刚说除三害，那不是说他还有我跟你，那还有的混？这叫自说自话，说归说，做归做呀。让实际有人保护着的，想要靠近他恐怕没那么容易，而且他每天生活习惯都不同，猜不透他会去什么地方，除了一些公共场所没机会下手了。在公共场所下手我怕……放心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动手的，最重要不能让他发现我们。是谁啊？哦，我是华记娱乐机构的公关的。什么事？我带了朱楚红、林青霞还有张曼玉来介绍给大哥认识的。我不认识他们。哎呀，大家做个朋友嘛，我少收点介绍费就是了嘛。他们的功夫啊，个个都是一流的，随便大哥怎么样都可以呀。你说什么啊？这种散气了，赶他走。走吧，皮条客，我不要。哎，我的妞都很正点的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没试过你不知道，我少收点介绍费，他们个个都会像电影明星啊，大哥。开门吧，真不要脸的！一个大男人靠女人吃饭，
还死缠活缠的，我来赶他走。大哥，你开个门吧。大哥，你这不要脸！老陈，四哥，老陈，四哥，大华，正刚一看到你。四哥，进来再说。我拿饮料给你喝。阿华，你的脚。四哥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这只手，还有这只脚，就是上次大屠杀的时候被他们打成这个样子的。姓徐的这个杂碎，我这次跟龙哥回来就是要替龙家报仇。不行，我不许你提报仇这两个字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。你的责任就是念好你的书，等报完的时候我会完成学业。你凭什么报仇啊？从小到大你没有打过一次架，没有开过一次枪，你怎么打得过他们呢？你这个傻瓜。对，我是傻瓜，我呆，我笨，但是我还有点骨气。我一定要替王家报这个仇。如果你是报仇，你是不孝。爸爸在临死前曾经清清楚楚地交代过，他说不许我们报仇，现在由我来当家，我说不许去就是不许去。是你姓龙，难道我不姓龙吗？你替龙家报仇，大家都有责任。你连一个瘸子也打不过，你怎么去报仇啊？人是会变的。不错，这是你们龙家的事。我虽然不姓龙，可是我一样要报仇。难道我不想报仇吗？我干嘛要做皮条客啊？干嘛受这种屈辱？为的是什么？我完全是为了妈呀！如果我去报仇，谁来照顾妈呢？妈的病还没好，还需要人照顾。如果丢下她一个人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阿华说的对，先去看看你妈。阿俊啊，我是阿强。我刚得到消息说龙家母子躲在避风塘，明天带人去看看，记住宰了他们，不要失手。知道吗？妈每晚都梦见，她好想念你。我也很想妈。妈本来就有病，现在还委屈她住那种地方。我们做儿子的真是太不孝了。是哪条船？就是蓝色那条。怎么搞的？四哥，那条快艇是干什么的？Thank you.
来，我们两个来喝一杯。你看，喝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不管用。大哥，大哥，已经不早了。我不要你走，明天再来喝吧。走走走吧，要走你走，讨厌。我们来喝酒。来，带走带走。哎，醒醒。不要了。走走走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，来干杯干杯啊！你先干了呢。你满意就成了，一个钟头帮你弄好。这里太乱了，到我办公室喝一杯。走吧。那个洋人很担心那些货，叫他们动作快一点。是，我盯得很紧了。哎，大哥上来了，开门。临开门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好，你去。妈，居然想搞鬼！伦哥，门口有闭路电视。阿聪，你押他走前门。阿华，你跟我来。不要给我使诈，小心了。阿聪，是我啊，开门。七哥今晚喝醉了。对对对对。哦。七哥，走错路了。既然知道还不带路。不要开枪！What's happened? 大哥，我
宰了他。是。好，没事。啊，干杯。Cheers。滚开！Yeah!
生活。宁愿他不曾开口要我，我却在风中洒落。